文，御史中丞刘伯温有重要本章，恳请向皇上面呈。妈，把他的折子给收上来，让他回去吧。遵旨。皇上要你交出本章，回去休息。请转禀皇上，这是重要本章，臣恳请面呈。拿来吧。哎，皇上，王吕要画龙点睛。皇上，快点，让刘爱卿进来面禀。遵旨。皇上有旨，请刘大人进殿面君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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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朕以为你啊是为了征召秀女的事情来纠缠不清呢。啊，不，臣不纠缠，那么多落到大臣身上的板子都没把皇上叫醒，我何必呢。来人，看座。是，臣谢皇上。刘大人请。啊，不瞒你说呀，为了这事儿啊，李善长专门找过我来准了他的奏折，朕能这么办吗？所以啊，朕就让他在朝廷之上和其他大臣一起商议，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睡着了。是是是，皇上想睡那自然是谁也拦不住的。选秀一事臣也有疑义，请皇上三思。你不是为这事儿来的吧？啊，说说你这个折子的事吧。早就听说呀，户部押银车昆山被劫一案，案情重大呀，待我细细访查再禀明皇上。我因为盖房子急用钱，出于无奈，才将所藏的皇宫望富春山居图以50两纹银卖给昆山知县冯唐。拿回来一看，那锭银子正是被抢的户部银两。你怎么敢肯定那锭银子是户部押往昆山的呢？银锭上刻有银匠的姓名，跟户部查案公告上所列的姓名相符。我一状将昆山知县告到苏州知府赵林那儿。那锭银子还在吗？苏州知府当堂扣押，说是办案所用。哎，不料第二天知府赵林将我羁押，反说我是嫌疑我犯。这是为何呀？昆山知县咬定给我的银锭绝非这个银锭，他又从家中拿了个银锭，上面姓名另有他人。哼，这狗官赵林冯唐，你只砍了他们两个人的脑袋。皇上莫急，现在呀，证据不足，待臣严加查访，定让案件水落石出。那行，朕呢同你一起去，朕正想巡视江南呢。皇上出巡是非小可，这銮驾随从浩浩荡荡，势必打草惊蛇呀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要去也是微服私访。微服私访也行啊，这自由自在的更过瘾呢。嗯，那至于王吕还杀不得了？以臣愚见，这不仅不能杀，这还得封官呢，好让昆山县令也不能杀他。你旨封王吕为宫廷画院侍召，从四品，快马加鞭，明天一早送给昆山县王吕。沙酸叫我的歌，我一块黄泥捏两个，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，两个你娃儿同床上卧，将你儿摔碎用水火过，再捏一个你，再捏一个我。谁呀？路过的客人，腹中饥饿，想讨点吃的。这深更半夜的，孤男寡女多有不便。既是贞操寡女，为何只尝李歌艳词啊？
你进来吧，把马牵到后院去。去。哎，哎，看什么呢？嘿嘿，从这儿往上不足三里，就到我家了。想家了吧？想老婆了？说实话，还真有点想。我从半个月前出公差逮你，现在多久了？啊？你说我能不想吗？哎呀，我媳妇儿待我可好了，可漂亮了。你要真想啊，那就赶紧回家看看吧。嗯，此话当真？当真啊。那我可就不好意思了。去去去。哎，那你只能在村口等我，不能随我入家门啊。行，我懂。走啦。哎，慢点。老婆，老婆，开门的是我。不好，我相公回来了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？哎，他开门的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快点，你快找地方躲一躲。老婆，快点啊！哎呀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你这脑袋怎么没头发光了呢？哎呦，老婆，你怎么瘦了？我瘦了吗？让我好好看看。我，哎，你真讨厌，死鬼！哎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干嘛那么急呀？囚犯还在村口等我呢，我时间很紧的。那你也不用那么着急嘛。哎呀，想死我了！哎呀，讨厌啊！等我啊，我去趟衙门，把犯人送过去，我就回来。啊，哎，嗯，等我回来啊。好。来呀，来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哎，不行，我还得回去一趟，我媳妇儿的脚肯定还露在外面呢，你等着我啊！哎哎哎！等我！哎，银子还我！奇怪，什么银子呀？哎呦，一定是睡着了。哎，拿来！我老觉得有什么事儿忘了。老婆，那脚还露在外面呢。我帮你把被子盖好，我就走啊！我把被子盖好就走啊！哎呦。